都下班了吗？播光女婿就有好多说，这个是剩下的，这双是剩下的，各种颜色的都有，其他的颜色都已经不在了啊，这个粉色的是剩下的。肯定要穿袜子呀，不穿袜子怎么穿靴子呀？没加粉丝牌呢啊，赶紧加个粉丝牌。啊，你们这姐说话的粉丝牌没加，是不是哪儿都有乌鸦？在北京乌鸦其实很常见的，尤其是在北京的西边那个公主坟那站。那片乌鸦是最多的。我夏天一穿那种亮色的衣服啊，有绿色的、黄色的、粉色的衣服，然后身上就有很多小飞虫。没点关注的先点关注啊！点完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牌。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树啊，看上去像桃树吗？下完雨啊，雨后是很舒服的。早上穿这双雨靴应该是39码的吧，你不知道有没有啊，不知道有没有。没点关注的先点关注啊，点完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牌。
穿的什么颜色袜子？你猜啊？穿的是花的。点关注的先点关注啊，点关注以后加主播的主机啊，走一下又脏了。下过雨啊，就是地啊，就容易脏。欢迎进来，家人们。没点关注的先点关注啊，点了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牌。今天给大家展示这双穿搭啊，雨靴啊，加这个今天是粉白系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啊，已经能看到脏了是吧？这踩点土就脏了，你看这脏了。把它踩泥巴了吧。欢迎这些家人们，没有点关注的先点关注啊，点关注以后加主的粉丝牌。没点关注的啊，先点关注，把关注点了。点完关注以后，加主播的粉丝牌儿。啊，你们这几个说话的还没有加主播的粉丝牌儿。欢迎点家人们。
有问题的啊，给主播发信息的，主播下播以后回复大家的信息和留言。嗯，有什么问题的可以下播以后给主播发信息。这一堆都是什么呀？嗯，好像是谁在这烧松子。那个小孩烧的吧，这还挺硬。这个其实放干了以后可以作为那种装饰物，你们见过吗？这个漏不漏水啊？哎呀，这里边土好软啊。欢迎家人们，没点关注的先把关注点了啊，然后再加主播的粉丝牌。家人们，没有点关注的啊，点关注，点完关注然后加主播的粉丝牌。有问题的啊，给主播发信息，主播下播以后会回复大家的。
没加粉丝牌的啊，赶紧加粉丝牌，欢迎进来家人们。就是在某个公园，不是那个奥森。今天的穿搭，大希望大家能喜欢啊。欢迎进来，家人们。对呀、啊，今天在北京，北京今天下雨了，没有看天气预报，今天上午、中午洗了个车。然后今天下了半天儿啊、小雨，雨下完了还是挺凉快的。不下完雨怎么出来做户外呢？前两天确实太热了。关键家人们，哎，我才想起来，主播还有一双是一双咖色的，咖色的雨。黑的还有很其他的颜色好像都已经没有了，都不在了。欢迎见家人们，谢谢大家的小礼物啊，没有点关注的先点关注，点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牌。这会儿大家在干嘛呢？这会儿是不是都在回家的路上了？穿这么厚啊，因为那个下完雨了嘛，稍微凉快一点，没有那么热了，温度也低下来了，二十几度，但是室内还是肯定是热的，就室外会凉快一点，比昨天凉不少，昨天还特别热的。穿的什么袜子你猜呀，你猜主播穿的什么呀？穿的是棉袜啊，彩色的。没有点关注的先点关注啊，点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牌。主播今天6:00下播啊，倒计时17分钟。大家这会儿在干嘛呢？准备吃饭了吗？晚上吃什么？我觉得大家每天是不是都在想一个问题，哎，我中午吃什么，晚上吃什么。其实最好的就是那种像你们上班的就在单位食堂，都不用你们琢磨吃什么，厨师每天把菜做好，做啥吃啥。脏了，刚才脏了怎么办？一会儿再擦一擦吧。欢迎进来，家人们！没点关注的先点关注啊！点完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牌。还在想主播呢，人家粉丝牌都还没加啊，赶紧把粉丝牌加上，先点关注，点完关注以后加粉丝牌，然后有问题的啊，有问题的给主播发信息，下播以后再回复大家，直播间不回复会废话啊。欢迎进来家人们，没加粉丝牌的啊，赶紧把粉丝牌加上。
欢迎进来家人们。倒计时15分钟啊。没点关注的先把关注点了，点完关注以后加粉丝牌。哎呀，雨后真的建议大家出来多走走，如果你们附近有这种功能的话会很舒服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因为下雨对北京来说是